龙虾熟了，大钳子比我脸还大。哎，我十多斤的大龙虾，它居然是这样的。张姐，给个双击安慰一下我吧。帝王蟹，它该怎么吃？必备大剪刀。取它最精华的部分啊。抠出一块完整的蟹肉啊。超级过瘾啊。来个原味大爆头。原味不过瘾，这个东西呢叫大绿贝，我们这边啊跟它叫大袋子。这个东西吃的时候别看它壳这么大，吃的时候就吃中间那一点肉啊。来看一下，哇，哎呀，肥不肥？把这个肉抠出来吃刺身啊。肉啊，大肉。